吃一顿，你下到上头给我吃。怎么这个加价不要？不要，不要，我那个自己大的加价，没得肉。今天晚上在就有点吃龙虾，还有蛾子嘎，还有蛾儿。蛾子好大哟，中间滴点肉。嗯，龙虾就是这样子打的。这个蛾子，今天晚上江叔叔下厨炒鹅肉，啊，这鹅肉包子吃，鹅肉包子，烧来吃的，烧来吃红烧。哦，这姜蒜豆瓣泡海椒一下锅，看那颜色来了。哎呀，这鹅肉才干净。姜蒜切了，姜蒜片片来，葱姜蒜片片来。啥子品种的？啊，姜蒜。啥子品种？那么大吗？小肉加点水分，它吃吃的那个。我啥嘛？姜啥子嘛？这虾子吃了满红红。不要吃，要吃。好，要加点紫菜。哪个好的主子呀？他妈有水分都能吃。我说我挺快干。嗯。现在你们那家的？好。我们不吃麻辣面，请你吃吧。我们吃不得，吃不到多。来，兄弟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好。哎。等一下，一喊嘛。他们很咋子？把那个拿来，桶子。那个盘盘拿来，桶子来了。小雅，把盘盘拿来，我出来个盘盘。我看小龙鱼哟，那个太贵了。不是嘛？不加火了吧？不要。不要。哎呀，这个你妈要打车。想好不好吃啊？你尝一口。哎呀，大家看说的不？讲究。说是说的哟。哎呀，要新鲜一点。嗯，正常。嗯，哎，哎呀嘞。不要啊。来，我来。哎呀，真的好！这哪破烂了？啊，不是破烂，好爽，直接。两盘炒菜。这个两盘就几百块。哎呀，我阿姨新把那个老粉去了。嗯，你自家做是吧？嗯。走了，走，走，拜拜。哦，你要啥子？那个你们去卖的，他是加了豆瓣，加了汤汤水水的。好干呀！别打了。